议长，谢谢黄议员的指教。这拍分数，不是市民来拍分数啦。做市长来讲是阿头做做代志，这上要紧。你唔敢拍，我帮你拍，我给你拍90分。吼、哦，市长，你是足强的市长，你个人的能力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认真，这我拢给你肯定。所以我给你拍90分，你请坐。但是，我希望你用啊，把你的团队拍一下分数的，麻烦你搁甲回答一下好无？市长，请答。你的团队，你的团队，你给他们几分？议长还有黄议员，这个由我们议会跟市民来打分数会比较公平。你唔敢拍，我来拍。拄好我甲你拍90分，但是你的团队我甲你拍40分。为什么40分？效率，我唔哪里对？阮第二选区这5区有敢做到啥？我唔知。我感觉团队是咧嫉妒市长上牛，调工甲你扭后脚。市长，你有这感觉无？上基本的啊。路平、灯亮、水沟通，这是基本功，莫提出来做政绩。含这若做袂好，无够格，行执政，做了好无？是毋是团队咧扭后脚？这条叫做紫光路。我为甚物要提紫光路出来讲？这紫光路。市长，你看好清楚，这条新明路、罗德区新明路，甲民族路，这拢规条路，规个车道两边拢掠的，这新明路甲民族路，这破洞安尼破有严重无？这一家路，这一家国中的大门口，这可耻的，看到真正有够见笑，我为甚物讲这几条路？因为这是去年就甲答应要完成的路，今年第一季过啊，去年讲啊都无经费啊，好无话讲。第一季有落雨无？嘛无，这一家路，一家国中的门口，来，拄啊这几条路。是原地甲答应去年要做较好诶，但是迄是别个市长甲答应诶。但是团队，应该是恁诶团队，顶两年吼咧铺下下桥，永康处立冠诶路700几条，阮咧5区，平均寿命10年，所以每年爱跑铺70几条。我叫高雄市政府家己忘良心，对一年有甲铺70几条。好啦，互你减半啦，30几条好啊啦，你的寿命都要变20年啦，阮庄卡人，敢拢爱行这种路，我今仔去讲的是基本功，去年甲答应的，有啦，今年有做啦，中兴路啦，市长你有去看啦，拢带你看迄铺好的啦，烂糊糊的，较无爱带你看卖。市长，你若花半天的时间吼，我带你阮去5区行看卖，你就知阮行什么路。来，大仁路，我东这段甲太平路，你安那这条路，偌济人咧行？市长，你甲看，这标线会拢吹烟高扬啊，这条路几个人咧行？你知影无？淡中路里。新丰里、下溪里、嘉南里、嘉北里、社东里、社中里、社西里，总共2万的民众在行，逐天行这路，因妹妹，咱政府我敢不信？你也看，这拢甲答应第一季要跑铺的哦，敢有做？这敢有做？来，这大仁路，这段我听，逐工听人咧骂，再来这条阿莲区玉库路，过10时之一，
这拢甲答应两年啊。去年底我今仔真正阁袂记个，两年前甲讲要请啥，吼、哦、前瞻计划医生来，结果咧，去年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敢那请一扎啦，这阁甲动个。阿莲，啊、哦，市长，你即个你看一下，阿莲是上支持你的所在啦，啊、哦，你的得票率排第一名，啊、哦，来，这玉库咯，啊、哦，这玉库咯，啊，市长，你甲看，这人工的边啊无，拢腐去啊，这机车骑过免涉事，啊、哦。这个破咯，啊、哦！我只是举例，啊、哦！其实我会看，我正常也无想要会看吗？拢坑的嘛。第二季的，我正也无爱提出来讲。第一季的拢也未做。我问永工处长是安那？你韩国瑜来做市长，韩城市迈来做市长，差济，你咧叫后卡呢？阳光处长有没有来？有差多吗？现在徐曼在做市长，恁一条都唔做；现在韩国也在做市长，大家在做，这什么意思？我跟议员报告了哈，你好，我来问你，现在以前每季拢有跑步计划，哦，我前年前日就跟恁讨跑步计划。你拢无法当白话，阮个地区倒一条上侪人咧行，倒一条上严重，我知。恁白恁白话，我会甲恁讲，恁白安尼唔对，我阿咩恁检讨机会都无，即卖什么情形？你含计划都做袂出来，你含行政官员都无法当做落台啊！做啥物处置啊？甲原本个这路啦吼，阮有拢有立管，啊，叫鬼要破啊！管你还大个呢？有大，我拄仔讲个，去年咧做个，你敢拖到今年只第一季无紧，即摆开始话中啊咧？已经有要啊，我第一季要做个，你敢做对条？有要做啦吼，我甲讲肯玉库咯，阮前瞻计划嘛准啦，啊准了，阮就是讲今年。边个都甲我讲，啊你跑步计划就对，你敢话讲你当时要做？我会看到即摆拢袂见会看啊啦，我会看到个。你那袂敢做，上少三十条啦。即摆过了，一定爱做啦。就讲、是、我只。我有逐工咧会勘无啦，大家讲我无来议会啦。我伫阮选区咧做啥啦？议员建议这道路，阮今年完成啦。啊，叫前瞻计划，包括。人民好过来啊啦！年终会就搁讲无钱啊啦！你啊白贼来，我无爱听啦。我逐工也当着玉库里的里长，每个月我每礼拜一下晡都是伫。阿恁的服务三两礼拜，就走去甲问讲黄议员啊，啊你甲讲这要做，啊到底是当时要做？我往问到够见效。即摆只是拢总千七万啦吼，我来经前瞻有准啦，啊准了，我今年定该一定做，玉库里一定做。今年哦，我等袂掉呢，去年底你甲答应第一季呢，啊，来政府为啥白讲话呢？白拆政府呢？今年这定做啦，今年定做。你这下搞咩搞承诺？我这个人，人家承诺的，无甲做，我就是闭门。去年要做的遐嘞，几公路来甲做袂？举光路今年卖做啦。对啦，阿贤啊，答应去年，即卖变今年啦。贤啊，韩国瑜来做市长，恁考国总，陈其迈来做市长，拢甲坑的。你要害陈其迈对不对？你要害我。